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习近平2022年访问日本将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与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明年春天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两国将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期待在经济、经贸、还有朝鲜局势等全球课题上加强合作。 报道分析，因为美中对立情势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于是拉拢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十二月下旬在中国与习近平将举行高峰会谈。安倍晋三正一边的争取美国政府的理解，一边演拟对中国的政策。 中日领导人达成共识的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础。中日之间至今已有了四份政治文件，包含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内容包括中日要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搁置历史安全保障问题的争议，在经济、环境等领域合作互利。 报道指，在明年春天，习近平将身为国宾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中国国家主席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是2008年12月下旬，安倍晋三出席在中国召开的中日韩高峰会谈。目前，中日政府正在磋商安排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举行会谈的一些事宜。 说，中国和日本第五份政治文件将指出2020年中日关系的方向，不仅是战略互惠，中日也希望在全球性的课题上有合作，展开双边的关系。十月二十三号，安倍在东京与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举行了会谈，两个人都同意中日两国要对世界以及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负起责任，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报道还指出，以全球性的脉络作为定位的话，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更加稳定。日本政府参考的是1992年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与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的《东京宣言》，记载美日要发展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一个概念。 当时美日之间发生了贸易的摩擦，因冷战结束，苏联这样一个假想敌消失，美日为了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确认新的共同目标，重新定义了美日关系。中国和日本的第五份政治文件要处理的议题当中，日本方面关注的是地球暖化，还有朝鲜的局势；中方关注的则是照护与医疗、农业等。 此外，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也将协商贸易的规则。报道说，中国外交部方面的消息指出，中方还希望在政治文件当中再入习近平倡议的“一带一路”新时代等字句。 报道还指出，中国过去为了缓和被国际社会孤立，就会打出对日外交牌。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发生天安门事件，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年轻人，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制裁。日本在比较早的阶段就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日本的名人天皇也在一九九二年访问了中国。五十五个坚持贯穿全会的公报。 全面吹响了重回文革的号角。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中共的四中全会闭幕，外界关注的高层人士的变动以及接班人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次会议的公报当中，但是出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五十五个坚持。舆论认为。 在当前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形势之下，避免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已经成为了北京的当务之急。十月三十一号，中共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并未如外企所预期的那样出现人事的变动，而第二天，中共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王小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全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审议通过了有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他又说，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就这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是从政治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大决策，体现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眼光和历史的担当。 五千多字的四中全会的公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及坚持党指挥枪等等，不断的重复坚持达到了五十五次，并且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北京独立的学者。 扎建国星期五的时候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表示，阅读全会的公报全文没有看到任何新的内容。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贯穿的提法。整个公报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包括会前有人猜测人事变动，看起来这些都没有。总体来说，是自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二十个月工作的全面的肯定，对于习近平思想全面的肯定。 张建国认为，四中全会是将习近平的思想用制度、法律形式来全面的落实。而北京的文史学家张先生就表示说，他仔细看了四中全会的公报，归根究底是中共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用各种方法巩固其政权。他说，党领导一切要进入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党的自我治理、经济、监狱、军队等等，基本上是全面的。 奏响了一个重新进入文革状态的号角，但是在十四年之后，中共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论述，仅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无放宽或者允许两字的出现。对此，北京的文史学者张先生分析说，可能会逐渐的收紧民营经济的信号。 另外，北京的独立媒体人王女士认为，四中全会的公报除了要加强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政治上会进一步的收紧，就是凸显了巩固个人地位。她说，这个公报完全就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一个思想宣传。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本上就是落实在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又落实在两条：一条就是四个意识都要向核心看齐，要体现在两个维护，一个是维护党中央，一个是维护其核心。当前美中贸易纠纷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经济学者向松作早前预计。 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落到百分之六以下。另外，中国外汇储备从二零一五年四万亿美元降至约三万亿。有分析指，中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维持在三万亿美元的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加上外资的撤离，大量的工人失业，因此控制社会、避免动荡成为了北京的当务之急。中国是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首任。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十一月一号，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设立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并任命吴洪波大使担任首任的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今天指设立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深化互信。 创新进取，共同推动中国跟欧洲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发展。 根据法广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说，有记者问中方为何此时设立特别代表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回答说，中欧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的力量，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等方面拥有重要的共识以及广泛的共同利益。他还说。 设立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深化互信，创新进取，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发展。根据耿爽的介绍说，吴洪波是中国资深的外交官，熟悉欧洲地区的事务，曾经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外交部长助理以及中国驻德国、菲律宾大使等职务。 英国发香港报告呼吁政治解决香港争议，北京说无权过问。 根据美国《今的报道说，英国政府十月三十一号发表了最新的一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书，强调香港目前的局势需要以政治的手法来解决，各方必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五，也就是十一月一号，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强调英国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要求英国停止发表有关的报告。 英国政府每半年会就香港的情况发表报告书，讲述英方对中英联合声明执行状况的立场。这已经是英国政府第四十五次发表该系列的报告，也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的首份报告书。英国外相拉布就表示说。 虽然该报告主要针对的是今年一月起至六月香港的情况，但是香港自那时以来的一系列的事情，无疑已经令香港陷入了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他表示，英国政府对此严重的关切，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是他未来繁荣和成功的保证，各方必须对他予以保护。 拉布同时透露说，他早前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分别指出，香港目前必须寻找方法令局势降温，同时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今年以来以各种方式否认了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英国在香港再没有任何角色。 英国外相拉布针对这一议题在报告当中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称其已经失效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英国政府定期发表所谓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耿爽表示，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区实行管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了贯彻落实，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耿爽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发表有关。 的报告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另外，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发言人则在十月三十一号发表声明，表示说，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起，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规定的与英国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经履行完毕，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无关。香港政务司的职员参与集会被捕，公务员团体优秋后算账。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过去数月，公务员希望以个人的身份参与集会已经受到了打压，称公务员应该保持政治中立，支持政府。也有公务员被捕之后，虽然法庭上未审理完毕，但是事主已经被立即的停职。公务员界不时地弥漫着白色恐怖。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多间媒体引述消息指，一名政务司的司长文书助理于星期四的时候涉嫌在旺角参加非法集会以及袭击警员被捕。香港政府的发言人称对事件表示关注，并指绝不允许也不会纵容公务员违反法律。有公务员团体则担忧再有新一轮的秋后算账。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星期四，也就是十月三十一号，是香港八三幺袭击事件两个月。当天晚上，再有大批的民众到了太子站外进行悼念活动。 警方于清场行动当中也拘捕了多人，有消息指被捕人士当中包括了政务司司长办公室的一名谭姓二十四岁的男助理文书主任，他在旺角涉嫌参与非法集会被捕。据了解，他当时带有口罩，并且涉嫌袭击在场的警员。公务员一向要给人一种政治中立的感觉，而事主更是主要政府部门的人员，因此事件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目前，政府发言人虽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复，是否有公务员被捕，不过指政府对相关的事件表示关注，并且强调公务员与其他市民一样，必须遵守法律，政府绝不允许也不会纵容公务员违法犯罪。 另外，该发言人也指，政府有既定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处理公务员的纪律事宜。如果公务员被裁定干犯了刑事罪行，政府会根据既定的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纪律处分。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的总干事梁酬廷。 周五，也就是十一月一号，就表示说，一般而言，如果不是以公务员的身份参加这一类的公众活动，其实并没有抵触公务员守则。然而，因参与了非法集会而被捕或者是被扣留，一经定罪，是需要受到双重处罚的。所以，公务员要三思。不过，原则上，如果涉嫌触犯了法律被捕，都要先由法律定罪，犯事者的身份才能够对他做出处分。 进行内部的纪律聆讯，但是他相信政务司属于重要部门，该名公务员难以重返原来的岗位。梁朝庭还表示，担心再有秋后算账出现，因为其行为已经导致了政府声誉受损。因举报傅振华，广西律师秦永佩被扣查或被判重刑。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广西南宁公安星期四，也就是十月三十一号，突袭搜查了法律界人士秦永佩的办公室，并且把他带走调查。秦永佩以敢言著称，去年曾经举报中国司法部的部长傅政华，外界相信他可能会被正式的拘留，甚至控以重罪。 大批的便衣公安星期四傍晚的时候闯入了秦永佩位于广西南宁的白举明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大肆的搜查。在同一层办公楼的职员目击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事后秦永佩的办公室已经被贴上了封条。根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报道说，警察的搜查行动当中没有能够出示法律的文件。 秦永佩试图阻止，但是没有成功。搜查持续了三个小时。公安其后把秦永佩带走。报道称，秦永佩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被注销了律师牌照。由他主持曾经代理过的不少维权案件的白举明律师事务所被勒令解散之后，转为法律咨询公司的形式，继续的来提供法律的服务。秦永佩也连同多名维权律师成立了中国律师后俱乐部。 屈永佩认为，连串的打压行动均由中国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亲自下令。屈永佩向中国国家监察委举报傅政华，要求他公开个人的财产，又对外悬赏征集广西司法厅和公安厅厅长的罪证。外界相信屈永佩被扣查与他举报司法部的高官有关联。不过，广西律师谭家义却认为，目前言之尚早。 他表示说：“现在还很难判断什么可能都存在。他平时经常在微博上发现了这些敏感的东西，可能是作为一种危险的因素。在目前的情况下，被扣查的律师越来越多，所以他并不觉得奇怪。有分析认为，种种迹象显示，秦永佩被带走并非约谈或调查这么简单。谭家毅说，不排除当局会以严重的控罪对秦永佩提起诉讼。” 大陆航空公司推出了五折机票助台胞为2020年的大选投票。根据法广的报道说，距离2020年台湾大选只剩了七十天的时间，中国台商组织全国台企联昨天宣布，两岸共有十二家航空公司提供2020年总统选举及春节的优惠机票，其中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的票价几乎打五折。 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从中国各地单次往返台湾的票价则介于一千一百元至两千零九十元，选举加上春节的套票则介于两千五百元至四千五百元，几乎以正常票价的五折出售。 报道说，中国的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川航、山航、深航等十家航空公司提供了单次往返的选举机票和绑定2020春节的两次往返的套票。 台企联十月三十一号发布关于二零二零年台胞返乡团购机票的通知，就指出，经台企联与两岸的十二家航空公司的协商，目前各公司已经明确的具体操作方法，方便在大陆的台胞在二零二零年选举以及春节期间顺利的往返两岸。 另外，台湾的华航、长荣这两家航空公司没有选举加春节的优惠套票的可选购项目，且票价均要高于大陆的航空公司。中国的午餐肉验出了非洲猪瘟，马来西亚全面的停购。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发现中国进口的罐装的午餐肉含有非洲猪瘟病毒，沙洲宣布全面的禁止进口。 中国的午餐肉，有医生表示，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慢性的病毒，并不会及时的对人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人类长期的进食含有病毒的猪肉，就会破坏人类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说，上个星期五发现了中国有问题的罐装的午餐肉进入了当地。沙拉越州的兽医服务局的局长安德连就表示。 当局的公共卫生实验室近日对中国进口的十七罐午餐肉进行了非洲猪瘟病毒的检测，其中一个样本发现了含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有问题的午餐肉罐头属一六八品牌。他补充说：“沙拉越州禁止从非洲猪瘟感染国家进口所有猪肉和猪肉产品的禁令，如今包括从中国进口猪肉罐头，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安德烈强调说，当局会与其他的机构检查所有的超市，受影响的产品要全部下架，已经发货的产品需要进行扣留测试，以确保产品没有受到非洲猪瘟病毒的感染，才能够流入市场。另外，他还保证说，在灌装产品当中检测到病毒不会改变沙拉月州尚未有的感染非洲猪瘟的状况。 对此，中国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没有回应质询。对于一六八品牌午餐肉罐头在香港销售的情况，香港食环署表示需要时间去了解，例如要联络一些进口商进行详情的咨询，所以不大可能及时的回复查询。 报道称，非洲猪瘟是严重的猪只病毒性的疾病，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一九二零年代于肯尼亚发现。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报告，非洲其他地区、欧洲部分地区，还有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在历史上也曾经爆发过疫情。近年来自二零零七年起，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多国据报出现了疫情。非洲猪瘟只会感染猪只，死亡率。 可高达百分之百。由于目前没有疫苗和治疗的方法，因此非洲猪瘟对养猪业构成了严重的影响。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t r i p l e w m i n g i n g n e w s c o m 推特 m i n g i n g n e w s 脸书：facebook.com。